各位好，我是浣熊哥，浣熊哥的介绍牌主啦。星期六月终于到来，五月痛苦的五月已经过去。我现在很熟悉这句话，因为我刚刚录影失败，我刚刚这句话已经讲过一次了。对，那六月最大的活动应该就是打世界杯，那让我们一起征服这个世界，用你最爱的卡牌。那我们的这个牌今天玩的是真红眼的牌，做一个同步召唤，叫出我们等级时三级是恶魔。那三级是恶魔，等级时炎属性龙族同步效果怪兽，攻击力3000，守备力2800，体质非常的不错，但是等级非常的高，非常难同步。那会用真红眼系统，主要的考量就在于它的等级高。真红眼7，你只要再选等级3的协调就可以了。再加上真红眼绿牌速度快，所以基本上协调也不用放太多张。那黑刃龙本身就有打点 ，OK。好，那这只龙族协调加协调以外的龙族怪兽一只以上，那它的协调必须限制于用龙族协调，而且其他的怪兽也必须要用龙族，所以它的条件很严苛。斯卡仅可以同步召唤特殊召唤，斯卡同步召唤成功时，最多选择我方场上2张除斯卡以外的2张卡牌破坏。我一开始以为是炸对方，想说叫出来为什么能选的都是自己的，然后一开始超白痴的。此回合斯卡除了通常攻击以外，还可以在战斗阶段中进行攻击，其最多为斯卡破坏卡牌的数量，也就是说出来先炸2张。也可以选择炸1张，如果炸1张就多打1次，如果炸2张就是多打2次。对，那如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对方的后台不够硬，那我们3000炸3次，基本上对方一定是清场。好，那真红眼的系统的好处就是还有黑刃龙的陪伴，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真红眼洞悉检索真红眼融合，然后融合出黑刃龙，那还有利用黑刃龙的指定抗性的效果，可以做一些搭配。那为什么选用真红眼而不选用白龙系统？主要就是因为真红眼有一个好处，因为当我把它这个三级式恶魔同步的时候，我的假设我用黑龙加这张龙族同步，那同步出来的时候，如果后台有盖灵魂，那我是不是同步出来，我在炸我的灵魂的时候，还可以再连锁灵魂？因为真红眼的牌连锁性很高，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连锁，所以你的黑刃龙又可以回到场上，对，好，然后还可以多打一次。那后台放这个连锁旋风是，因为你叫到场上的时候会炸自己的牌，那你炸到自己的牌的时候就可以发动连锁旋风的效果。场上的卡牌因魔法效果或怪兽效果被破坏，魔法怪兽陷阱效果被破坏时，可选择场上2张魔法陷阱卡破发动，然后破坏被选择的卡牌就可以直接炸对手2张。好，那放入半封就是对方的攻击力把它减半，但是它不会被战破，所以你可以一直用这一只干它同一只怪。对，如果对方都用手背，就是有时候会没办法秒，那你就用，因为你可以打三，最多打3下嘛。对，有点类似三重人的打法。好，那简单的牌我们就来看回放吧。好，第一场打我们约翰·安德森。那你看看真红眼的发怒，来一个牌组平衡，非常有机会可以拿到真红眼融合。来，直接真红眼洞悉解送木之后检索融合，来发动真红眼融合。好，护盾战士跟真红眼送木之后，直接叫出我们的黑刃龙来盖一张真红眼灵魂。好了，对方一个决断小子盖了2张后台，来一个加拿大给他盖上去。好了，对手又盖。好，一个连锁旋风，等一下就可以给他好看了。好，那我们先下这一张这个影响龙来做一个等级三的影响龙协调，加等级7的真红眼黑刃龙做等级10的同步召唤，叫出三级式恶魔。那恶魔到场上先炸我们2张牌，炸的时候同步连锁加拿大还有我们的真红眼灵魂，那我们的黑刃龙就可以回来。好，被破坏，来直接发动连锁旋风炸2张纸张。那很可惜，如果他盖我的黑刃龙，他盖我中间的，不然我就可以直接打2下了，他就直接假赛了。赛是什么吗？赛就是拿来假的。好了，对方一个星雨侠融合，直接笑过来，来一个鸡巴之力，来吃一个加拿大。好，来把我拆掉，来发动黑刃龙效果，直接破坏。想干嘛？好了，一个真红眼洞悉检索灵魂。
好，来，恶魔打过去，来，黑人龙装备，好，来，星雨侠，来，炸裂装甲，来，发动真红眼黑人龙的效果，把战士族送目，让他指定对象的卡牌无效。好，一个神圣小子再抽两张，来，对方发动一个假面变身，好，来，发动一个击巴之力，好，来，护盾战士直接抵挡战破，来，对方直接投降 ，sweet。那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打我们城之内。好了，对方一个生命值增加，阿法，阿法加贝塔人负的 A 分之 B。好，来盖两张，好来，哦哦哦，来一个真红眼洞悉，检索灵魂，哦，三张灵魂在手，你值得拥有。来直接一个真红眼融合，直接叫出我们的黑刃龙。好，那盖两张灵魂来打过去，黑刃龙在场上直接，哦，对方也是真红眼，来直接硕克龙叫回来，哇，好来，对方直接盖好盖满，好来一个真红眼灵魂叫回来，好，那我们盖一张连锁旋风，好，那我们准备同步咯，好来下我们的协调，等级三的影响龙协调加等级七的真红眼做一个同步召唤，叫出等级十三级四恶魔。相极是恶魔，好来，来场上直接炸牌，炸两张，来灵魂同步连锁。那这时候再发动连锁旋风，两张直接炸掉，纸上，来对方一个真红眼凯旋，但是没屌用。好，那来开始清场喽，来黑刃龙效果打过去，装备装备，那我们可以打三下，我看你怎么玩。来第一下 sweet， 第二下 sweet， 第三下 sweet。好，我们再看下一场。来这场打我们的聋哑小妹妹，巨乳明日香 vs 聋哑小萝莉。好，来一个排土平衡 sweet。好，来对手一个芳香，来一个芳香花园，马上很香。好，来利用茉莉抽一张牌。好，来下一个迷迭香。好，来老样的，来真红眼融合，直接叫出我们的黑刃龙。好，来盖两张。好，来直接杀死他的茉莉丝。咦，来迷迭香帮我转手，还是打不死我。好，来芳香花园。哦，直接被转，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恶魔了，来我直接把他家人盖起来，纸张。好，我们的这个抽到了，等一下就可以来做一个同步了。好，来又炸掉，好来又加血，烦死了。好，一个炸裂装甲，来发动真红眼黑刃龙效果，直接带破，不是直接破坏无效。好，那等一下就可以来清场喽。好，又来了又来了，好，不过没关系，一个半封保护自己。好险好险。好，那这边一个真红眼洞悉直接丢上去，来等一下让我们来炸的。好来做一个三加七的同步，叫出三级是恶魔，那炸两张直接连锁，其中一张连锁，那就等一下就可以打两下，顺便连锁加拿大 three。 好，第一下砰，这一下是为了黑刃龙打的，第二下第三下，哇 three。来，我们再看下一场。好嘞，这场打我们贝卡死。一个心灵透视，想把我看好看满是吗？好，老样的，来真红眼洞悉，检索灵魂，来真红眼融合，直接叫做黑刃龙。黑龙在场上拥有指定抗性。好，对方看到我的后台是两张灵魂，他应该错尿了吧。好来，对方宇宙旋风打过来，哇，尴尬了。好，那我们一个这个打过来，这时候不用跟他客气，直接同步影响龙跟等级七的真红眼黑刃龙做同步。来同步的时候，炸的时候直接连锁我们的真红眼灵魂，那可以多打一下。各位知道我要干嘛了吗？半封直接给他干到死了，搞来直接半封，扣一半，哎不会死，再打再打 ，three。
好，我们再看下一场。好，这场打我们暗游戏，最后一场回放，明日香打暗游戏，暗一波不讲道理。来一个盘主平衡，好来老样的真红眼洞吸，检索灵魂，又是灵魂，检索融合了，没错，讲错。好来盖上去，来直接融合，叫出黑忍龙。哦，一卡融合真的很爽，别人用不爽，自己用很爽。走啦，我就是双重标准。来，对方一个黑魔法是智障，智障。好来一个加拿大打过去，好来装备，来对方一个收缩。好，特招黑幻想魔导士，来呀，炸爆我后台了。好来黑魔导炸，来直接灵魂叫回来。好来再用一个矮心龙，一个控制器把我拉过去。好来好险，墓地有护盾战士做一个带破，好险好险好险，但是我没有战士组了。好来来矮心龙来了，他完蛋了。我们影响龙来了，来对手又在叫。好，没关系，那这是一场苦战，但是以攻击来讲，我们占有绝对的优势。好来黑魔法就是这样检索、哦、光与暗的洗礼，哇！好来直接叫出混沌黑魔导，来要干爆我的真红眼黑龙，来直接被除外。好，再把控制器拉回来，哇！好来半封盖上去，好来直接头部叫出三级噬恶魔，好炸掉，打两下清场。清场死，因为我只炸一张，所以只能多打一下。来，对方一个魔术大师，那对方手上有控制器，好恐怖哦！这个很危险的，这个场合真的很危险。来，一个控制器把我拉过去，好险好险，还有200哦，苟延残喘，残钱，再来一个分段，还是哇，撑100，我靠，早说不要盖了。好，那这场就赢了。好，我们来看实战吧。好，实战打我们暗游戏。好，对方一个魔法专家，来我们一个牌组平衡。魔法专家代表他应该有很重要的魔法卡还在手上，一定要拿，一定要上手。好，来抽牌。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好来一个真红眼洞吸。好，检索真红眼融合。好，那真红眼融合直接叫出黑刃楼。来，护盾战士跟我们的真红眼黑楼做融合。各位，这个场景好像看起来是要赢了，对不对？因为等下直接同步就好嘛。对，天宝是魔法专家，没错。我直接同步，然后叫出三级噬恶魔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用真红眼融合合出来的那一回合是不可以再做一个正常的通常召唤，只能以里测表示，所以也没办法同步。所以黑刃龙还是要靠他出来挡一下。解释的非常清楚。好来，想要指定我，那我们直接发动护盾战士的效果。哦、不是啦，直接发动黑刃龙效果，把护盾战士送墓。哦，沉默。好来，真红眼黑刃龙效果发动，护盾战士送墓。好来，沉默之剑把它除外后，检索真沉默剑士。哇，您来啦，真沉默。但是你还是点被我干爆哦。好来野蛮侠，不会守护者之力吧？哦，直接真沉默剑士。那他会装沉默之剑吗？啊，春雨刀，哇！哦，沉默之剑被他丢掉了啦。好、哦。那我们收尾咯，你出来再多也没用了。好，准备好同步召唤，
等级三协调，等级七的真红眼黑刃龙做同步召唤。同步召唤 ，three 等级十三级噬恶魔，来发动三级噬恶魔的效果，来先炸掉第一张。好，那因为对方没有两张可以连锁，那我们就第二张也一起炸，那就可以打三下。好，来同步连锁真红眼灵魂，把黑刃龙叫到场上，那就拥有了。等一下打过去就可以先有指定抗性。好，打过去啊，直接投降 ，three。好嘞，实战第二场打潘朵拉啊，来拍出平衡，来又是魔法专家怎样啊？好嘞，一个真红眼融合，直接融合，来叫出黑刃龙，爽一波。那你知道谁才是老大？好嘞，真红眼融合盖上去，灵魂盖上去。哎呀，黑魔法师之杖，啊，又是光源的洗礼，现在是怎样？都不用尊重，都一直用光源的洗礼。哎呦，有种哦！哎呀，赢了，赢了，硬了，硬了，硬了！好，来盖上去，来让教他做人。好，来准备同步，等级十、等级三的协调跟等级七的黑刃龙做同步，叫出等级十三级噬恶魔，三级噬恶魔特殊召唤时可以炸两张，好，第一张炸掉，但是第一张、第二张的那个因为是刚盖的，所以没办法连锁，所以我们就连锁一张黑刃龙回来。哦，大黑刃龙真的比较顺，因为白龙真的比较不顺。对，除非用银龙的咆哮，但是因为那个是 UR 卡比较贵。好嘞，装上护盾战士。好，那我们还有三下可以打。C。好，那这个牌我觉得挺有趣的，把黑刃龙做一点简单的调整，就可以玩三级噬恶魔。那利用它的强力打点跟多次打，可以打多次的特性，直接让对方爽一波。好，有兴趣玩玩看吧。我是浣熊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了。我准备要来吃一波午餐了，各位再见，Sweet。